家伙，快振作起来！你是不是害怕输给我，没了面子，才假装睡觉的？好了，庭权，西伯会没事的。报告长官，战斗残骸已清理完毕，各处已增派人手，都不禁干坏事。看我爆发出最大的能量，给他点颜色瞧瞧，再把他送回老家。跳跳，西伯情况好转了吗？西伯目前处于勉强维持生命的状态，非常危险。界限权治好过我，西伯一定也会没事的。西伯最初是用柴油运转的，后来又改为电力运转，一定是因为改造过程不科学，导致西伯无法升级，现在也无法依靠吸收地球之源达到治疗的目的。跳跳，看你还敢不敢为了赶时髦想改动自己。还有其他办法吗？妈妈，西伯是可以吸收地球之源的，只是吸收后没有起到作用，所以在能量转换上要更新算式激活吸收。妈妈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还需要一些设备。大夫，小雨，梅玲，按照昨天讨论的方案简化西伯的造型设计。回来晚了，有你们好瞧的。谢谢。不，该说感谢的是我。我既然要感谢，有事请直说。有一件事想请动车侠出动，但这是个进入敌人阵地的危险任务。就算是地狱，我们也要去闯一闯。交给我们吧。可是画好了，这么快？好了，全记住了。梅林不仅是绘画的天才，还拥有十分优秀的图画记忆能力。不仅如此，梅林还是一个勇敢的女孩。过奖啦。到了现场，像玉兔那样先搜索，再照着示意图寻找，是个危险。快看，前面就是零号平台了。听爷爷说，零号平台与未来高铁城的太空研究所是探索太空旅游业的地方。还有多远？通过零号平台，在网上行驶10,050英里。什么？看来我得加速，加稳了。厉害，竟然把动力实验室搬过来了。小雨，我们开始吧。机械大师该上场了。这些技术可以和动车人结合使用，但从科学角度上讲，它还不太成熟。主机都在这里，这交给我们。梅林，该你了。啊，在那儿。啊，
救救生命体征正在消失，希伯吸收地球之源在发生变化，立即改变算式。是。得想个办法拿回来。再也不见了。我们一起上，分散防火墙注意力。还真是大火呢！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给我烤了吧！升级，希伯已经被激活了，停下来还是会死的。跳跳，换一种计算方式，帮助希伯进行自我吸收。梅林，现在放弃还来得及。放弃，永远不会。你们给我死死缠住防火墙！防火墙干什么？提高瞬时速度，会车毁人亡的。来不及了，上！吃我一枪！铁拳撞炮！拳头还给我，有更大的礼物给你，地震波。他们拿走了我的原矿数据，难缠的动车侠。回来了。老家伙怎么还没醒？希伯自然长不仅脱离了危险，而且升级成功。您可以多跟他讲讲话，有助于快速恢复。老家伙，我今天的铁拳别提有多帅了。你看，刚才是我见过的最美转身。难道现在不美吗？别逞强了，芳芳，快让小雨给你修复吧。根据星空的活动履历数据，他们正在研究一个可怕的大型武器。无论如何也得把星空恢复原状。地球之源是地球上最美味的能源，我要把它们全部杀入囊中。经过几次突袭，动车人一定已经做好了防御措施。嘿嘿，我自有计划。搞定！耶！看
跟分配点已经全部准备就绪。干得漂亮！不过现在我可是芳芳指挥官哦。别！大家辛苦了，我是这次作战的总指挥芳芳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说的就是我。别说正事了，现在立即检查各自的通讯系统、武器装备，保持警惕，拿出动车人的斗志来。一点反应也没有。娇娇，这个老家伙什么时候能行？您别急啊，西伯资源长受伤严重，需要时间恢复元气。娇娇，快速升级需要多久？这是速度和力量的数据升级，最多两分钟。完成了。谢谢。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敌人来了，我齐全，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您来保护西伯长官和跳跳，我们走。发动了全面进攻，对八个资源分配点发起了攻击。一号资源分配点无人机清理完毕，三号的邪恶机甲清理完毕，立即前往五号、七号支援。奇怪，无人机首领和防火墙呢？糟糕，我们把所有的火力全用在了资源分配点上。绿朵很狡猾，如果他们趁机冲着间歇前去，小鱼兔。马上去查看情况。是，芳芳指挥官。地球之源的保护窝是地下世界的独立系统，无法破解。没想到地下竟有这样的世界。侵入，在这里，不对，
左头乌龟，快出来！西北方向，仰角80度，放！哈哈，来的正是时候。哼，铁拳用到！能量攻击包，启动！引刃波，小分离干扰，看你怎么破解我的升级包！为什么还没有恢复？有人在阻止他，一定是那个人类男孩，连个孩子都对付不了，笨蛋！就剩你了。又来，想累死老人家吗？西伯，看看。铁拳过高。太极盾。老古董，没我不行了吧？老家伙，腰杆挺直了，连说话都硬气了。几天不见，我们的默契还在吗？权杖虚影，必须在。再来一拳，铁拳重炮。是，西脖子院长。全新技能，能量权杖，绝不能让他活着遗憾。后世炎，失去信号的这段时间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影像数据正在传输中。太慢了，老婆，你已经带回无人机首领。那些动车人一定在忙着处理地球支援的血了。